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 T 的女儿。最近老爸接的有点多，他说货接的有点多，所以赶紧开一开，免得越积越多。由于这次摄影机设定跑掉的缘故，有许多无法重拍的画面画质会相当怪异，还请见谅。而今天要来开箱的就是咱们渐渐过期的海贼王。现在动画播到的那位大魔王百兽海贼团的凯多，我个人还是比较习惯凯多这个名字，百兽海盗实在是令人觉得诡异。如果觉得影片不错的话，还请高抬贵手。 点下订阅与开启小铃铛哟！而这支是由 Mega House 出品，同时也是目前为止 Maximum 系列最凶、最猛、最巨大的一支。白胡子的盒子我以为已经够大了，在凯多的旁边完全又小了一号。不用我说，从它的大到可以直接把我女儿塞进去的盒子，就能明显感受到内容物有多么的巨大。而且这盒子也是有别以往的系列，那透明可以看到内容物的盒子，这次完全看不到里面长什么样子，一度让我不知道该从哪里开箱。 最后找了一下，总算是找到了地方，就由咱们的巨魔攻读生来掀开这神圣的一页。打开之后，就像这样。 跟那些所谓的 GK 相同等级的防护保利龙，就知道这次的货物有多需要保护。一大堆的边边角角，不这样保护的话，绝对打开就一堆断在那边给你看。拿出来摆在咱们巨魔的旁边，都快跟它一样大了，有木有？不过最厉害的地方还是凯多那两根小的要死的脚，居然能够撑住如此庞大的身躯，稳如泰山的站在那里。不愧是我们陆海空最强生物的百兽凯多，完全没有头重脚轻。 各种倒来倒去，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设计这作品的人到底有没有用心了，连重心的问题都帮你设想到了，这样的作品还能差的吗？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雕像的细节，看看官方的图片到底有没有欺骗社会。咱们先来看看这头部的部分，这个清晰可见的皱纹，还有脸边的发色渐层，再加上这个跟真的脚一样的角质层涂装，我个人是相当的喜欢，真的是设计的很好，就连大鸡鸡上的青筋也是没有 漏掉的，然后就是这个壁垒分明的八块肌，有点太过油亮，亮的就像去参加健美比赛的选手一样。你说他是身经百战的陆海空最强生物，我更相信他是比过好多场健美赛的选手。然而这油亮的皮肤涂层就是这系列常用的手法，没办法。不过幸好有这个被某武士国的重要角色砍伤的大伤疤，这个百兽凯多一生都无法抹灭的痕迹。虽然没有官方图片美化的那么自然，大区域的颜色十分相近，有 种色块糊在一起的感觉，不过还是可以看出伤疤营造出来的凹凸感，为此光滑的美丽身躯带来了点沧桑的痕迹感。然后是左手的部分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刺青也完美的还原出来，但是在颜色方面就有相当明显的改变了。不过最大的缺点就是右手臂的涂装啦，黑的相当不自然，还有明显的手臂结合的细缝。最惨的就是这根手指了，上面那一大块不明所以的黄，就像在告诉大家凯多的 手指得了皮肤病，不然就是拿别人的手指来接的。我看别人的凯多似乎没有这个问题，真的是很神奇。我的白胡子当初也是手臂有明显的颜色差异，如果不是我又拿到前往，就是代理版的都是日版挑剩后的次等货。不过这个手镯的涂装就在水准之内了，旧化与生锈都有表现出来。然后是腰部的部分，腰带的银白渐层相当的漂亮，那两条就像粘上去的装饰品，虽然也做了渐层的处理，还是有 有那么点图，而这两条铁链虽然旧化与涂装都做得不错，但是可以清楚看到圈圈是完全粘在一起的，顿时完全破功，立体感消失殆尽。如果真的用铜圈和铁圈去做的话，绝对是画龙点睛的神细节啊！再来是凯多那一片祥和的背肌，涂装马马虎虎还算过得去。接下来看看咱们凯多那根又粗又硬的狼牙棒，它唯一的武器也是凯多最没特色的地方，可能是为了让它符合鬼岛达贵的形象，特地 给了他日本鬼怪最爱拿的狼牙棒，跟白胡子的大刀比起来就逊色了许多，大概是海贼王系列里武器最无聊的一位了。整体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普通，其实就是拿来让我们沉重的凯多有那么一个支撑点用的。不过涂装上还是特地用了渐层色，又用了我最喜欢的紫色，勉强给过吧。最后的重头戏就是这个披风啦，超级大一片，基本上全部的重量都在这里了，一看大小就知道，真的不是普通的重。两手拿着 石时间一久也是会酸的那种沉重。内部的涂装也没有因为 P 在后面看不到就没有之作，羽毛的部分依旧漂亮的重现，还做了紫色一层层向外的渐层感，根本美轮美奂，美不胜收啊！身为紫色控的我，只有晴天霹雳可以形容。而背面就是整个重量的源头，那个万恶的龙身整个攀附在披风之上，只有帅与霸气可以形容。再来看看这个龙头，凯多整个背后灵的灵魂所在就在这颗头上了，一样从蓝到紫的渐层涂装，不愧是 Max 级别的各种渐层，毫不马虎。而它的整个头是以透明界的方式处理，不过还是有打银色的底在里面，让你不会一眼就看到对面去。而且胡须跟舌头都是柔软可触的，除了脚的连接处可以看出是装上去的，还有嘴边的明显接缝以外，整体的质感还是相当高的。然后就是这根非常容易忽略的龙爪，放在盒子里一个不去碰就完全不知道可以打开的地方就算了，就连你没把它装上去都不会有任何违和感啊，完全就是画龙点睛的存在。顺带一提，凯多的龙属于亚洲形象的龙，而亚洲形象的龙又有这样的传说：五爪为真龙，四爪为蟒。这也就是为什么龙袍都是五爪，王爷们只能穿四爪的缘故。又有一说是五爪为金龙，四爪为青龙。总而言之，凯多的龙是四爪的龙，也就是它的龙不是最高级别的，还不是最强的就对了。不过这些都是题外话，让我们回到凯多身上，全部着装之后就像这样，一个帅到深处无怨尤，皱纹的纹理表现以及到位的表情，牙齿的中间还能看到黑色的立体细风，唯一的败笔就是这根手指了。不过不打紧，披风上的这条龙完全抵消了这个缺点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如果只有披风的话，凯多还是十分的霸气，不过加这条龙上去就真的是设计者的巧思了，完全将凯多升华到了不同的层次。会买下这只完全都是龙的缘故啊！虽然披风跟白胡子的披风一样，只是使用挂上去的方式，却做得十分吻合，完全没有任何装不上去的阻尼感，非常容易的一拍即合，轻而易举就能组装完成。只能说雕像的技术真的是越来越厉害。再来就是凯多与前四皇白胡子的对比，手臂的粗细其实没有差到很多，不过在身体的壮硕程度上就有明显的差距，让咱们白胡子站在旁边就有那么点略显瘦弱，毕竟白胡子也老了，肌肉有那么点萎缩也是正常的。如果凯多不是55身的话，两者在高度上应该会有更大的差距。武器方面就是白胡子的完全胜利了，不过白胡子的价格只有凯多的一半，青龙的特效件可能占了绝大多数的经费。如果把相同经费全加在白胡子身上，将镇果实的特效做出来，再加上地台强化以及周围的各种特效，绝对也是霸气十足。总的来说，这次的凯多真的是从箱子开始就让我惊艳不已。P.O.P 史上最大最强的级别，虽然能够明显感受到 P.O.P 在试水温了，不过撇开右手的瑕疵不说，真的相当符合它1万出的预购价。如果超出官方的建议售价，我这边是一律都不建议入手的。最后还是要问问咱们喵皇，喜不喜欢这个又粗又大的最强生物？据说喵星人都相当害怕长条形的类蛇生物啊。不过本皇是条能够穿越天际的龙，乖乖享受本皇的挠痒痒之术吧。我是RT， 凯多真的是又粗又硬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